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父是蔡文正。你说什么？因为我的生父是蔡文正。 什么时候？如果我负来找你，你是不是打算躲我一辈子？当初是你不告而别，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忘了我吧。我怎么忘了你？这辈子，在我宁雨轩的心里，只能有你，记漫着一个人。 爹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，他不会允许我跟一个时时刻刻活在仇恨里的人在一起。所以，对我们来说，最好的结局就是大家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你心里明明就有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 已经没有了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父是蔡文正。你说什么？因为我的生父是蔡文正，是茶帮的首领蔡文正。 是不想见我呢？没必要开这样的玩笑吧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和聂桑榆都是蔡文正的亲生女儿，只是我们一生下来就被安排到了不同的人家寄养，我被寄养在季明那儿，而他被送到了聂香园那儿，所以你遇到我之后，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理清楚了，对吗？ 你是蔡文正的女儿。对，所以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